去上厕所。平时在这种波波池的场合，一般呢都是叫着小朋友啊来集合啦，我们玩游戏啦。这小哥叫小朋友们啊集合来上厕所啦。小哥叫了一圈都没有小朋友理他。呀呀，这男孩子好眼熟啊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哥哥吗？我哋头先系喺边度咧？喺呢度。得啦，跟爸爸去玩啦。哇，好晒啊！今天。哎呀，他们跑去哪里了？让我们说带两个孩子去打卡。天哪！哦，不用钱吗？不用钱啊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在这了。哦，好多啊，好爽啊！这个。坐上来。嗯。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踩中这个。又带了雨伞，全家的东西我都带好了。哇，快去采访了，哥哥呀！什么？防滑袜？没有啊，这种袜子不行啊，这种不行、啊。哦，这样啊。没啊，我得买对袜子得了。哦，帅哥，我的脸好红哦。不过我已经该涂的都涂了，它这里呢就是免费的，但是呢就是要买一对10块钱的防滑袜，如果过来玩可以自己带，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在家里面有很多防滑袜，还要有大人的，10块钱一对也还可以了，质量也还可以了。你说穿回去带回家能干什么呢？爬城。这个项目呢，身高1米5以上，体重90公斤以下的儿童和大人呢是可以免费玩的。身高1米3至1米5的儿童需要专业教练陪同，所以收费50块，体验40分钟。太舒服了。升起月亮，梦如天际。晚安了，你的身体像是鲸鱼睡在海底。哇，飞机呀！晚安了，你的心事化作一张。